实在就是 SUM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云岭虎尾卡好汽车，今天帮大家介绍这台车是2018年10月出厂，行驶是2019年式，目前公里数的话是 4.2 万公里，那我们的售价是63万9。这个颜色的话是目前时下最流行的颜色，混动红，整体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，非常讨喜。这台车是一手女用车，都在原厂保固，那全车来讲的话都是原版件。接下来帮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车头，这台车本身有这个自动水平调校的 LED 的日行灯，还有头灯、前雾灯，那包含自动感应的头灯跟雨刷。那我们这台车的话是 2000cc， 那马力有165匹，平均油耗的话是 15.6， 那这个是一级节能的油耗。那我们这台车已经通过 ES 第三方的这个汽车认证。那这台车本身配置的话是215/45/18寸的铝圈，那算是比较跑格化的这个轮胎。在车侧部分，这个车门部分的话，这边是 iKey 的这个 Smart Key 的钥匙。在车侧尾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这个后尾翼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行李箱哈，行李箱这边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这个尾门，然后有非常大的行李箱空间，那可以坐6/4分离的座椅。那我们这边有这个定速功能，然后主动式的刹车、主动跟车系统，然后这边有音量大小声，还有这个蓝牙拨接电话的功能。那这台车本身有配置电动驾驶座椅，然后这边有这个胎压侦测功能、引擎怠速熄火功能、TCS 防滑。那中控台的部分，这边有 iKey 的这个免钥匙启动功能，然后有7寸的中央萤幕显示幕，有包含卫星导航、倒车显影的功能。那这边的话有这个6速手自排的变速箱，然后电子手刹车，还有很宽广的这个自备架。这台车是尊荣安全版，那所有的配备几乎已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。那目前公里数目前的话是跑42,121公里。好，那以上帮大家介绍到这边。那有喜欢我们的车子，请欢迎莅临现场赏车。那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，还有小铃铛。实在就是 SUM。